谢谢。这个初级班内底，大学要读的物件是啥物物件？他们讲初级班要读的重点两点尔尔。第一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从建军以后，啥物人建书去予占领的，甲你占。伊甲你占的迄个国家，袂当改变你的主权。那主权有什么地方可以表现主权？例如语言就是一种主权。占领的国家去跟你讲，改变你的语言，讲你袂当用你原来语言，爱学我的。我若讲英语，你爱讲英语；我若讲德语，你爱讲德语。迄就是改变主权。例如，甲你扣税金，改变主权。例如，有很多的事情呐，吼。他们都不能随便给你改变。台湾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9月7日签投降书，然后一直到1951年9月7日签旧金山和平条约，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这个时阵，世界局势有改变。上大的改变伫对，1949年10月7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着中华民国，变作中国的唯一的合法的政府。啊，这是世界的改变。有人讲，开罗宣言内底有讲，讲战争以后，美国要将台湾平和献给中国中华民国。他说我跟你讲的那句话，你不要注意听吗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尤其是台湾这块土地，在1945年4月7日已经日本天皇宣布实施明治宪法，在国际法的规定里面，这个所谓的明治宪法，让我们台湾人有参战权跟参政权。参战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。在那个以前，台湾人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都要用志愿军。所以你的头脑里面一定有听到说一个高沙义勇军，想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就要用义勇军。因为那当中台湾的地位是殖民地，但是变作领土以后 territory 以后，你就能正正实实以国家的军队参加战争。所以日本天皇的这个诏书意义非常重大。以这个诏书让我们台湾人跟原来日本人日本的内地完全地位一样。你再想看看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，中国人都是中国的皇帝的奴隶。中国皇帝从来没有帮将百姓当作伊的人，将来就是统治，把你当作奴隶。伊这3000多年的历史，所以你想想看麦啊，你还没来上课以前，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？想啊，中国3000多年来的，伊换过150多个。这个朝代大大小小，日本要到3000年的历史里面，日本的天皇从来没有换过。你有想过吗？为什么？这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不一样。日本的天皇是将老百姓当作伊家的主民，中国的皇帝是将所谓人民当作伊的奴隶，要抬就抬，要绑就绑。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政治上的体制。中国人他们讲，和今麦共产党讲啊真乖。台湾人天生呢，拢会反抗威权。台湾人就是本性。但台湾人，你慢慢听过一句话，讲讲好骗歹假。台湾人给你一些好东西，你就不记得了，还有自私，
所以台湾人很糟糕的，实际一直无法度改变的物件啦。当年日本天皇派第三任的行政长官来的时阵，叫做新藤奥多新兵，后藤新平。伊真少年，二十几岁，东京帝大毕业以后，就来台湾做官，做行政官。七八年以后，等于日本，日本天皇给召见，伊讲台湾好管无？伊讲台湾足好管的。伊讲安怎管？伊讲台湾人姓三味啦，爱钱惊死，爱做官。其实不用你免笑，全世界拢同款。在台湾人几几方面啊，特别，台湾人特别，台湾有一撮好小小的利益，你就好啊。你有小小的利益，你会当摕到，别人会死，无要紧。这台湾的特点啊，咱一直你想讲免咱来个改变，当然。这个需要教育。国民党入来台湾以后，遐课本拢总改，为光复节开始拢改，所有拢改，为中华民国国节拢改，敢那独独台湾人唔知影讲是改。啊，台湾人很莫名其妙，伫外口讲我是中华民国人，啊，全世界都无迄个中华民国咧，已经去用消灭去了嘛。这边双向圆的升旗典礼是上盖好的证明。头前看了报纸，我点点看，看咱台湾的反应。头前看无报纸，吼、哦，报纸是一面，这叫一面吼，拢是歌功颂德啦。中美断交，36年头一次升旗，令人感动。我你想讲奇怪，那個、感动什么东西啊？先那个迄支旗啊，跟你台湾人什么关系？然后就我马上接到几个简讯，秘书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含日本的你甲问，我讲你们不要着急，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答案了。个人没错，美国国务院出来讲七行。你中华民国根本都无这个物件，你咧行什么旗？伊讲迄个双向圆是台湾的办事处。我要问美国讲，什么是台湾的办事处？台湾是一个国家吗？台湾和美国占领呢？你敢起个条条条呢？你一直不肯放，每种捐款来行咱。当然啦，美国会当大声跟我讲讲。你都台湾人无多来进进看，你台就有台湾人，什么地方有台湾人？2006年10月24日，抗日美国成功。2009年的4月7日，美国的国定法院宣布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国籍成立的政府，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，承认今日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一块土地。要求美国的国务院主动协助台湾人的诉求。咱台湾人的诉求真简单：中华民国离开了后，台湾人要执政，要摕到这个政权。但是真复杂的物件就是讲，因为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，所以变作日本天皇有这个主权。咱台湾后摆敢若上济会当得到主力权啊，就是我们可以自治，咱会当主治，毋是主决咯、哦，会记得哦，主治甲主决是完全不一样哦。主决、主治、主决是照联合国的73条 B 甲77条，伫主治是照联合国的73条。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台湾人这个73条、甲76条、77条，这个两位无同款，伊原因伫对，就这块土地性质是啥物物件？这个土地性质呐，靠落你，就是殖民地的时阵，就是76条、米甲77条会当用的，就是会当
台湾会当叫做自决。但七十三条是这个土地是一个 territory， 是一个领土的时阵会当自治权。其实在1950年的时阵，联合国就已经有七点的对台湾的处理的要求，内底第五点就要让咱台湾人自治。所以你会记得我跟你讲一句话：不管你台湾局势安怎改变，不管你台湾安怎吃把柄，台湾将来一定是走自治的这条路。但是咱台湾人要自治，有迄个才调哦。咱实在是有才调，咱嘛有真侪人才，但是真侪人才受着国民党的这个教育，拢变做奴才。这个是真大的一个问题啦。从来不会想到自己要怎来自主，家己要怎管家己。所以我即马对咱台湾民政府，即个受过训、通过五关的即个同心，期待很大。我定了要求，恁爱看册。其实看册要看什么册？一本《新台湾论》。恁爱逐天上网去看我们的网路。我们网路每一天60-70万人拢在看，啊，咱偏偏咱家己都无在看，啊，咱家己无在看，咱创啥？反正我都受训都结束啊，对五官啊，我都等你做官。无唔对，你来受训有五种的心态。第一种的心态是用你真正爱台湾，你要怎样真正的法律，你来受训。第二种就是讲，唔听讲参加民政府后摆领的钱较济。啊，这嘛无唔对。老人年金，别人领800块，你领1200块，这也没有错啦。啊，所以我有阵甲咱遮过五关，甲因讲，哎，你若真正无法度吼，拜托你转替来做同心就好，卖就一定爱做官。你真正有心要替台湾服务的，你才出来做官。第三，你的心态就是讲，反正。别人安怎，啊，我就对你安怎。啊，台湾这块地位，你都无你甲管，你都无你甲管理。这种的情形，台湾人的心态，坦白讲，这70年，和国民党加加起来，妥啦。啊，咱真辛苦，这4年来，为第一期，伫甲即马100几期啊，从来不休息。每一个礼拜都受训，咱这期的初级班有一个好处，后礼拜是高级班，后礼拜这个礼拜拄好日本的安倍晋三要派一个律师来参加上课。你若有参加高级班啦，下一个礼拜你们可以看得到日本人坐在后面听。因为安怎讲，不是因啦，不是今嘛啦，后礼拜啦，还未到啦。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所说的这个论述，在日本已经形成一种风潮。日本的真正都拄啊出来，遐册内底拢有，这无真简单呢。即马咱现主席伫读的这个法理的论述，他们讲真深啊。简单讲倒转来，恁今日考真深真重。但是拢讲一个初级的尔，见面袂当移转主权。你用这点，你伫外口甲人讲，啥物人拢变面啊你？啥物人讲啊？都啊，做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好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，拢总无要紧。你敢讲见面袂当移转主权，一句话就甲拍死去啊！啊，第二点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他们讲，中华民国一直甲即马开始。他们一直想要改走一条路，就是中华民国想要就地合法。什么人上界明显？李登辉。你唔知还记吗？几年前，李登辉宣布要废省，宋楚瑜伫做省长，伊要甲废省。宋楚瑜嘛是讲，伊就是讲李登辉是针对他，其实李登辉不是针对他。李登辉的废省是要将中华民国合法化，要将台湾省政府无去，直接变成中华民国。罗伯也是安内改做动神，李登辉个性非常强呢。
以这人的个性是 AB 型，他非常坚持。我认识他，他一直要改变，后来什么人出名？美国出名。为这个事情，他也跟美国回到了，但美国也没跟他客气，你好大你宣布看看。所以后来他碍于情势，他宣布说动神。什么叫做动神？到今天还有省府咨议委员呢，跟我们才十二个二十个，一个月也是 要几十万呢。营营坐车免钱，营营一个月都领十万块，是怎么要动神？美国说台湾新政府，实际上台湾新政府是什么？就是台湾民政府。你会怕到吗？当年1945年8月15日投降以后，9月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候，是两个组织入来台湾。第一个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你有没有听过吗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，有没有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，你就听了，他这很坏，会给你抓关，给你枪杀。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是什么？就是台湾中国军政府，他是换一个名，叫做警备总司令部。战争法规定，这个所在战败，我占领以后，一定要有两个政府，一个就是军政府，一个就是民政府。民政府就是当地老百姓所组织的政府，叫做民政府。占领者所组的政府叫做军政府，他是军事统治。所以台湾民政府实际上，咱就定义啥？美国军政府啦。所以台湾军政府，美国的军政府在咱台湾的时阵，我们台湾最少二三十年之内不会选举。我问你咧，你感觉即摆选举有算公平无？欸，你讲国无，你有啥物证据？想你讲无什么意思？你想讲无？你拢讲话吼，拢无你想的啦，啊，拢无证据，你嘛你讲啦。我问你一个代志，你老实讲，你若讲白菜，拜托听我先讲。你选举捌去得着红包，贿选人请你食饭的，请你举手。选举的时阵，安尼尔尔，搁一摆，老实讲啦。我是讲实在，你应该都巴肚疼。我先来讲，你选举捌摕到人个贿选的，还是人请你食饭的，请你举手。呀，迄边较济，这边安尼尔，即拢唔敢举了嘛，所放下。啊，不然你就人缘很差啦，人不爱甲你买票。会买票的社会，都唔是公平的选举啦。这边民进党在台南血甲密密麻麻，你看哦，后1000万，后200万，后3000万呢。台湾人用钱买到，这种的社会，这种的台湾人实在吼，做台湾人真见笑。但是有的人会讲吼，买我绝对买我袂到，你的桌顶甲你放1000万，你若同意你摕去，袂到。弄到了，我讲的对不对？啊，若是这种的，什么时阵才我当完全的防止，就要靠教育。你若甲美国人讲选票的时阵，我甲你买，我用50万，50块美金，甲你买迄票，伊甲你扒了。这票的价值唔是50块美金。这票的价值是代表伊一个人的生存的尊严甲价值，不是你用钱可以买得通的。台湾人已经变成像这种的民族性，这是为对来，为中国来。中国碰风讲白贼，黑白讲，这拢是中国人的特性。坦白讲，日本时代台湾人教甲真好啊。你敢捌听到你的爸母讲，日本时代做生意，什么机票，讲一句话就准算啊啦。
敢毋是？日本时代厝拍开，暗时无贼仔啦。欸，你毋是通想讲即个无贼仔真简单呢？一个社会会做甲讲拢无贼仔，无人会甲你提，而且个社会真的是不容易呢。你有看到即旧年、去年啊？诶，这个子妈咪就是海啸攻击日本的时阵，日本真侪省啊，真侪省啊，甲关拢去互水淹的，死几千个人。咱台湾民政府嘛去甲因慰问，而且呢去甲伊种树。日本人是感动噶吼，我看伊拢跳到目屎练练几波，因为日本时代。阮日本人去台湾统治，啊！恁即马，阮海啸，恁台湾人摕钱来买树啊，伫阮遮敢种树啊？恁即个日本，恁即个台湾人是阮日本人以前的优点，你拢敢学去啊？即马日本人无迄个优点。自妈咪发生的时阵，日本还阁保持一个特性，报纸拢有，电视嘛有。就是因虽然发生事故，大家物件拢无啊，剩 7-Eleven 有尔。大家去买的时阵拢排队，对不对？你有看无？排到足长的，印象上深的就是一个欧巴桑，几啊天无食饭，啊伊嘛排队排到要到的时阵哦，枵死去，宁可自己饿死，我不要插队。这是日本人的特性，其实就是台湾人的特性。台湾人在1945年8月15日到10月这个中间，台湾无警察，台湾人无军队，台湾人的犯罪率是零，无一人犯罪。迄种的社会是咱台湾人真真正正所需要、所向往的社会，敢毋是？你敢袂去欣羡？报纸看到你嘛去欣羡，讲哦，啊日本人遮守规矩，台湾人以前都遮守规矩啊，是这中国文化入来以后，规个拢教歹去。中国有啥物好？国讲中国，咱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呢，很多都搞错了。很多政治人物，尤其遮绿色，推阿扁呢，讲要中国寻根，寻根呐、啊。我请问了，哪一个寻到根呢、啊？哪一个了？谢长廷去遐靠噶，足趣味足戆的，人家带去一个叫做是少安啊，是啊少安，凊彩甲敬一个，甲记一个说啊，这就是你的祖先呐、啊，看到鬼影啊！你甲验 DNA， 你知影讲根本就无影无一只。哎嘛，去遐绿目屎哭哭咧，台湾人心真软。我来甲你讲过啊，恁家的公妈、恁家的坟墓有几座，你家己去算就知影。一般来讲，一代是20年啦。一般啦，15年到20年啦。以前的人的寿命吼，较短。以前呢，像我像我这60几岁，无简单啊呢。以前40几岁啊，足多拢嘛40几岁就翘起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所以你爱知影吼，咱台湾人，咱今日去拍拼，去拍拼啥？为着咱的后代啊，啊无咱咱就拼，你拼你要创啥？台湾人做甲要死，拼甲要害，愈赚愈少。是怎样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可以买豪宅？他当时为中国来台湾的时候有带什么东西吗？没呢，双手空空这样来的呢。是怎样变成说他们现在财产比较多，你台湾人本土的台湾人财产越来越少，那不是社会制度还是社会 的法律有偏差，台湾人哪样呢？
当然第一点就是税率很不公平啦。柯文哲你拢捌，台北市市长，伊甲因太太拢台大医生，台湾人拢嘛去上济时做医生尔。台大医生拼到要死，伊讲伊伫选市长的时阵去登记，林胜文去登记，林胜文四十几岁，伊的财产有一两亿。伊啊填迄个表嘛，柯文哲伊嘛填表，伊甲因太太两拢医生，拢台大毕业的医生，伊门做甲要死，嘛只要一亿，啊，即马阁负债，有迄个贷款。柯文哲伊读个人想，啥人伊的老爸三代公务人员有几啊百亿，啊伊两个算是台湾社会顶尖的人物，啊，伊的财产甲伊某加起嘛，超有一亿。那一亿内底房地产占六七千万，所以你个想看咩啊？是安怎？这个社会没有毛病吗？一定有诶啦，一定有啦。做三代公务人员，一旦有几啊百亿，迄男是贪污啥？男是贪污，就用政策乌死。迄、那个黑的嘛，噶唔是？卖讲因，伊讲因妈妈足够做股票的啦，迄种是无稽之谈啦、啊。台湾的社会，有钱的人愈有钱，有钱的人缴的税金无定拢比你较少。什么叫做节税？根本就不应该有节税这两个字。税金就税金，那有什么节税？那种不对的一些讲法，但是台湾人头脑里底拢未当改变。我在节税，看到鬼要节什么税？应该缴的税，你来缴嘛，干唔是？台湾民政府之前，我跟你讲，后摆无什么节税不税，你应该缴80%，你就缴80%。你天天赚一亿，你免缴80%吗？啊，就节税赚一亿。交的钱无人拢比你较少的，啊，这个我讲白，啊，你好个啊，愈好个啊，啊，散的愈散，台湾的社会就变安尼去啊，啊，不是，台湾社会一挂精英，柯文哲因太太，这种台大医学院医科的，恁党个头脑拢是足清楚的，台大医学院医科的恁个一人，伫弟兄来讲，读册来讲，单讲读册啦，我唔讲其他啦，读册拢比人较敖。别人开 A， 对不对？啊，伊读册遮高，赚的钱，伊无啥赚着钱呢。一做医生真艰苦呢，24小时呢。我的家族，我拢两种人，一种毋是医生，另外一种就是律师还是法官。我的家族算讲足够读册，但是你若要含因遐中国人来比，我们简直不是人家的赚钱的对手，干不是？当然，有人会听了我讲的这些话，也干嘛讲？我伫挑拨离间，不是挑拨离间啊！我讲的是事实啊！想要好康的好的职务，拢你中国人占去。我讲一个较简单的媒体大部分拢是啥物人？拢是中国人占的。现准是台湾72间的电视台，5个系统台，负责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。你敢知影是安怎？恁的迄个看电视迄、那个 cable 一个月收800块，已经收10几年啊，唔敢去，你有看无？迄表示迄800块是多的，不对的。因报税，专台湾讲全台湾只有600万户，你相信吗？600万户的意思，2300万内底4户叫一台电视啦。你听有无？用头脑休息会知影啊。
迄表示安那，内底拢走水，一个人八百块，你若走一半，八百万块的时阵，一个月走偌济？无怪愈来愈好个啊！电视台一直包，一直包，到落尾啊，拢总跟那托拉斯同款，几乎到后来会全部收归一统。是啊，那电视的演员大部分拢是中国人，水的拢中国人，歹的拢台湾人，干咪安尼？干好的台湾水的敢那干那一个尔啦？我的妹妹叫林志玲，不是啊，我是开玩笑，我超甲你讲的。干那伊一个尔，出面拢是中国人，因为做演员较好赚啊，电视啊，就会当赚足侪钱啊。是啊，人固定的电视拍开，拢是固定迄几个人，拢因的特权。你拢从来没有想过，这社会是不公平的。咱是伫做奴隶，你拢也阁唔知影，你伫交税金就是做奴隶。我甲你讲，上公一定爱交税金，我去用占领，你来甲保护呢？谁叫你占领啊？你既然打赢我，你就要保护我。你既然占领我，你都要买武器来甲保护呢？所谓的台湾关系法，是用来跟美国有，是个国内法，因为台湾就是美国的军事政府的占领地嘛。美国真夭壽咧，我感觉伊是将咱当作傻瓜蛋一样，咱跟咧做代志，好康的拢伊咧捡。所以，你若真正甲想想起来，咱台湾到底要起来，不爱起来，无怪美国人甲问啊 ，Roger， 我叫 Roger， 你有确定你要救台湾人吗？问五届，用这台湾人，台湾人的个性因抓袂准啊。台湾人今日是国民党，明仔载变做民进党，后日变做台联，国后日变做亲民党。台湾人的个性是安尼呢？爱的理想，我相信国民党的主张甲民进党主张绝对无共款。啊，今日怎安尼，明仔载安尼，佫变来变去。我讲迄个唔对啦，台湾人是激动啦，有钱就好啦，看唔是？选掉了后要选议长，你若钱花送较济，我就转互送。以前搁较恶劣，我甲你讲，即嘛是还好有即个政党伫互相伫牵制，所以我甲你讲，台湾民众一执政，在美国军事政府的倚靠之下，我们宣布所有的政党全部解散。全台湾只有剩下两个政党，一个叫做民主党，一个叫做共和党，跟美国直接连线。啊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今日上课到这，来这边的起立，等于第二教室。